偏向于从政为主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现在就不讲案例了，讲在板桥这边曾经有一个老人家，是84岁的时候是吧？医院那个讲的过来啊，哎，你是那个84岁的老人家，那个免洗餐具的，对呀、啊，差不多对，啊，肝癌对，是肝癌84岁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84岁人得的肝癌。他到亚东去检查，啊，肝癌末期，对的，你带回家去好好孝心就好。带回家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弟弟回来，怎么带回来好好孝心？这父亲怎么行？就把他拖到哪里？三总的，啊，三总医生给他同样的案，结果他又带回来，兄弟两个坐在那做会抽成，他妹妹从台中跑上来了，不行，又把他拖到台中去。台中那个荣总的医生呢，也是跟他讲，你带回去好好孝敬。好、啊，那我问你，这个人得了肝癌，他有没有经过西医的摧残？他没有被摧残过，所以他的元气虽然讲不足，但是尚可了，对不对？至少你元气尚可。好、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就去用这种功夫兼用的方法。这位老人家后来活了5年了，最后为什么会死？是大肠。啊？好。什么？败家。他后面又在那里什么？又在吃那个汉堡。汉堡的是那里面的那肉是什么？30种添加物的那个东西、啊。他儿子叫他不要再吃这个，就他妈讲的。89了，你要他活多久了？能吃了就让他的福气啊，不要求了，就这样子跑掉，就这样子跑掉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怎样，他的元气尚可，我们是不是就是用这种功夫兼用的方式一样？你吸的是医生，说是你还是莫吸，我是不是一样可以救？这不是我们自己托大或什么？他、啊、最后这个真的是走上人魔运，哎，你又不假变假，对吧？这边又有母亲在帮腔，你做儿女的你该怎么想？想一想，被长告啊，被安娜，你还怎么强迫他呢？嫌他活太久。他要吃啊，儿子不让他吃，你说进还进呢，还是不进？所以有时候会很难，就是这样的哦。这个就是我明白你。那既然病这么重，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救。为什么？因为元气尚可，你还可以用药。啊，那相同的，你们那个 baby， 我家里面网上有没有看到一个救救我太太的一个？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条？他怎么样？他是乳癌。结果呢，切除了，然后化疗。这个时候呢，整个身体是个大虚，对不对？他跑来找我，我能够怎么治疗？我还是一样的呀。这个不是那个尚可，比那尚可还糟。你除了什么？除了补治以外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这个时候你只能算什么？捏住一个补字诀嘛，正强则机智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掌握这个原则，结果他在网站上怎么写的？吃了黄老师的药，也感觉到比较快了，但是也没有用他。那你要怎么救他？好了，跑到那个同一军那里。用功药下去，这个身体能攻吗？一攻就垮，一垮就再生，再生就到台大，然后再往台上救救我了。你说要怎么救？谁能救？今天你再找我的话，已经不是大虚两个字可以形容了。你叫我救，
一个我告诉你的就是说主客病你要怎么样把握，不管怎样这个主一定要够坚强，主不够强变质的病都是怎样不胜为主。同样的乳癌，各位也看到了我那个病号你后面那个怎么样，吴秀清啊，吴秀清，吴秀清是什么呀，他来的时候这衣服是湿的，他的怎么样，他已经是溃流清水，整个乳房已经几乎周围溃疡全部烂掉，结果他那个那位医生没办法，找到那个医生跑去找张不逃，就张不逃给他什么，让他养个大肥猪，没错。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再跑何信，何信也是这样，先打化疗，就一下给他讲的都更受不了，然后到我那里去，你看我用的是什么药啊？我是不是又都用了脱衣黄皮丹？为什么要以补正补为主？主要是什么？溃流清水，就是大虚的不足，所以用内托大补的意思。好，那像他这次乳癌这种东西，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内托外抽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这个内托是干什么？这就是我们治病的一个基本的准则，所以不管治任何的病，先把病气养起来。病实在很难受，元气不足的一定是攻补兼用，所以我们讲的，既然要攻补兼用，我不管你实际如何。你实际的不管是怎么样，外感就行，有什么用？啊？用的是什么？像这一种的是属于什么？这是纯补，这是纯补的扶正益气解乏。元气补足，我看你用的你，你看你这个血有多少，不可能跟你硬拼。另外一种呢，它几乎与无害的。那如果我们常常就用到什么？小女孩呀，才两岁多嘛。
结果发烧六个月。我问你，六个月里面在医院里面被用了什么些药？啊？到西医那边就是点滴退烧了，到中医那边呢就是大青龙、小青龙了。